留痕锁链史诗级辅助装备，它的功能是把我们七个人的生命力连接在一起，分摊所受的伤害。虽然这次魔族的求攻结束了，但联盟与魔族的战争还将继续。虽然你们如今只是市级猎魔团，但我希望你能早日定下猎魔团的发展目标与方向。魔神之陨不该永远是人类的最强，你们才是联盟的未来。前辈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变得更强。这是魔神之陨的团长陈子巅前辈送给我们的见面礼。哇，大佬的礼物！团长，你快讲讲有什么妙用。留痕锁链，史诗级辅助装备。史诗级装备，它的功能是把我们七个人的生命力连接在一起，分摊所受的伤害。有了这件装备，哪怕遇到实力远大于我们的敌人，我们的生存几率也会大幅度提升，因为我们可是七个人，简直就是为团队作战而生的神器啊！还等什么？快点激活它吧！除此之外，陈子巅前辈还和我说了一些事。你该知道，只要魔神住在，就能不断再造新魔神。然而魔神住坚不可摧，我们尝试过很多次，但都失败了。原来如此，不摧毁魔神住就无法完全战胜魔族。可魔神住又从未被摧毁。以前无法摧毁，不代表以后不行。人类的实力一直在进步，史诗装备和高阶秘技也越来越多，总能找到办法。嗯，没错，那我们就把目标定为摧毁第一根魔神柱吧。我相信只要我们继续变强，终有一天一定能终结魔神柱带来的6000年黑暗年代，迎来真正的曙光。真正的曙光应该就像是晨曦的光吧。晨曦的光，我们就叫光之晨曦，说将来我们晋升称号级联盟团，就用这个名字吧。妙啊！光之晨曦，寓意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光明。不愧是团长和副团长。好，那就这么决定了。在灵魂锁链的加持下，从今往后，我们七人就是一个整体。趁着韩宇正式加入之后的战斗，我想咱们应该这样。我与彩儿其次一体作为前锋，林欣和陈英儿位于后方施展法术，王媛媛、司马仙作为攻击手，侧翼协同进攻，而韩宇的位置则在中央，既能为陈英儿、林欣提供保护，又有更好的视野为全队提供增益。为了处理战斗中的不利情况，我决定今后主要学习治疗和辅助方面的技能，弥补团队这两方面的不足。这就刚好弥补了高领队曾说过的，我们团队唯一的短板。